水兰的巴生路旁深沟惊现一具不明身份的遗体，由于水沟颇深，警方只好召来消拯员到场协助移出遗体。这起案件昨晚大约10:29在巴生哥本路被揭发，巴生港口消拯局接获警方求助后，立即派员到场，并在深沟设置云梯。行动指挥官穆浩默艾祖丁指出，警方借由云梯爬入深沟，将遗体移出。目前遗体身份未明，由警方送往医院太平间剖验。